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今天继续给大家玩最荣耀游戏视频，然后本期主题是露娜。露娜她是两次惨死，两次前面都秀的挺溜啊，这局我用孙悟空打得非常非常不好嘛，不过这局我和露娜打得还是非常不错，不过虽然结局都不是很好，但是他操作倒是挺溜的，而且发现一个神奇的地方吧，就是露娜的二技能居然可以躲诸葛亮的大招啊，以前都不知道露娜的二技能有这种奇效啊，居然可以躲诸葛亮的大招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诸葛亮怎么应该是开个大招，这样子一个位移吧，应该是伤害是比较小啊，相对于来说不动的情况下啊，这边我们看露娜一个不错的秀操作啊，躲过了这个韩信居然不去追他，我们可以看地图上的橘右京啊，现在可以注意一下橘右京的动向啊，这边露娜是在这个草丛准备回城，然后橘右京刷刷刷冲过来，刚才露娜应该快回城了吧，然后露娜应该是看到橘右京怕了一下，然后也动了一下，反正没有回城，然后最后死了，草丛在不停的摇摆。之后啊，最精彩的地方来了，这边露娜这边被对方打得没有多少血啊，诸葛亮前来追击，一个大招锁定一个露娜，开了个二技能，就这一瞬间啊，是吧，直接躲挡住了那个伤害，但是最后没想到被鲁班那一套给射死了啊，这露娜也是够尴尬的，刚刚是被是吧，前面是躲过韩信，然后被橘右京搞，这边又躲过了诸葛亮的大招，直接又躲不过那个鲁班的一个导弹啊，悲剧不是灭团，是被人家被鲁班的导弹给射死了。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投稿，这边是投稿一个韩信偷塔的啊，偷水瓶的游戏。那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伟哥视频，关注微信公众号伟哥解说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视频，也可以投稿到微信公众号或者 QQ 邮箱，那最好是投稿到微信公众号，然后投稿公众号很简单，就跟聊微信聊天一样，是吧？你把视频分享过来就 OK， 最好是视频原文件啊。因为可以方便电脑下载，你懂的，操作比较简单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，下次再见，感谢网友提问。